11月26日，金超给张钧甯擦鼻涕引起网络热议。晚间，张钧甯发文回应此事：“鼻涕比眼泪先出来的这个事情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还是感谢金超出手相助。干了这杯酒，友谊天长地久。以后你家的洗衣液我包了。”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哈哈，演得好专业，你演得太认真了，超敬业的姐姐。”第24届华鼎奖于近日在香港举办，众多明星都盛装前来。当晚的张钧甯优雅精致，实在让人印象颇深。另外又大呼：“果然气质很重要。”这次的华鼎奖颁奖晚会，张钧甯凭借《虎啸龙吟》把林俊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奖。张钧甯领奖的时候，身穿金色的亮片式的礼裙，台上的灯光照下，令她站在台上神采奕奕，裙摆开叉，一双若隐若现的长腿十分吸睛。张钧甯不光是颜值在线，颁奖时所说的一番获奖词，更是证明了她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忱和态度。今后一定会沉下心来，活在每一个角色里面，然后去拼命。